要去做一件我还没有做过的事情，挺新奇的，然后待一会儿给你们看一下是什么。来啦，然后今天我来干嘛呢？给你们看一下，我要来开棒了。是这个吧？中间就四个吧。不知道怎么样。哎，这还挺好开的这个。不好意思了，棒大哥啊，我要开你了。哎呦。啊，在这儿呢，还不错，这个猪也很好。我其实我想开的就是比较温柔一点，但是实在是太没力气了。也是粉色的猪子，这个果然这个有点小。三二一，当当！哇哇，这都是珍珠吗？哇塞，好像是。果然功夫不费有心人呐。今天咱们就是说也成功开了。卖完了。来呢，我们就到了剥珍珠的环节，就是它。泡完酸味面有一层很薄的膜，然后把这个剥掉，这还是一项很精细的活。我觉得做手工就是给自己做东西是一件很治愈的。快快快，首先来我们看一下这个耳钉，真的很好看，又温柔又雍容华贵。漂亮，好吧，应该不行。这个呢，这个小金色小猫就代表我家年年，然后它就是一个小胸针。满意吗？今天太满意了。还有你剩下的珠子呢？祝大家新年快乐。